好，昨天可以说是玩出兴趣了哦，所以我们决定要继续我们2000之旅。我主要攻略就是说你们要去射比较大的鱼种。哦，而且我不排除我下一集要玩比较高阶的。我刚去看了一下第二炮台，至少要1500啊。我觉得他们如果不2000去用，永远不会去赚。但如果不用2000去用的话，永远就是井底之蛙。因为我也是这样练下来的。因为我一开始也认为说不可能的事情，直到我昨天中了大奖，很快。虎鲸最多钱的，虎鲸最多钱的。你看我们卡在40这边，其实我觉得攻略就是说，你们射到一只就可以直接，就是你的射程要射到那一只逃走之前，你再结束。对。没看我今天至少赚了10万，我们本来不是40吗？学校有一个人呛我，军艺讲的吧？有一个人呛我说压太小了，虽然是在别的游戏，但是我也觉得，然后我就换了，然后结果就翻盘了，太猛了。